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讲《小熊宝宝》绘本十一，排好队，一个接一个。大象滑梯真好玩儿，小河马滑下去，嗖！小兔子滑下去，嗖！轮到小熊了。小熊滑下去，嗖！小朋友一个接一个，嗖嗖。企鹅秋千真好玩，小猫咪坐在上面摇啊摇，一、二、三。小熊也坐上去摇啊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数到十就下来，让给下一个小朋友。挥挥挥，小木马真好玩。等等，再等等，排好队，一个接一个。空荡空荡空荡，开火车啦！让我上车吧，我也要上车。等一下，我下去，你再上来吧。嘟嘟，小熊在开车，真生气。我想快点轮到我，排好队，一个接一个。大家又在排队，等什么呢？哦，上厕所也要排队，一个接一个。游戏开始了，小宝宝们排好队。大象滑梯真好玩，谁接着小河马，谁接着小熊，谁排在了小猫后面。企鹅秋千真有趣，数一数有几个动物宝宝在排队，他们都做了哪几种游戏。咦，大家又在排队了，这回要干什么？大家都来排好队，一个接一个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绘本就讲完喽，我们明天见。